大家说鱼最爱吃什么，你们觉得呢？或许有人会说饲料是蚯蚓、红虫，但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的鱼都爱吃虾。鱼吃虾是天性，那虾吃鱼呢？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虾吃鱼。呼呼，这些都是我养的水晶虾，平常呢我都会帮他们加料加料，食物多元化，除了刺虫、乌拉鱼，还有我个人手工做的饲料虾宝宝。想必大家都知道虾子是杂食性的，在野外可能捡食树叶、捡食死鱼，吃吃水沟里面的大刺虫，或许多元的喂食是他们所需要的哦。你们觉得还可以喂食什么呢？推荐推荐哦。